要不要再打电话跟涛总确认一下？今天跟苏总的会面可以说是背水一战。不用。你什么时候见他不过事儿？第十份了。如果你再拿出一份，我就真的签了。你别逼我。签了吧。说话算话。五年了，1825天，43800小时，2628000分钟。我想说的是，多一天，多一小时，多一分钟，我都不想忍了。抱歉，我知道这样说对你来讲很残忍。残忍不残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不冷静，你已经被冲动蒙蔽了双眼。你强行要跟我离婚，还说自己前所未有的冷静，这不是荒谬吗？我决定好了，我们要么今天去民政局，要么就诉讼离婚。你不光不冷静，还很幼稚。每五年至少有一年的二月是29天吧？所以呢？所以应该是1826天，43824小时。所以你已经不止多等了一分钟。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很幽默？涛总，涛总，吃早餐了吗？吃过了，吃过了。涛总吃了嫂夫人准备的爱心早餐，别说一个苏总了，10个苏总照样能拿下呀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幽默？哎呦，不喝，天天喝豆浆，我雌激素都飙升了。那雌激素多点不好吗？不是准备要孩子吗？吃鸡蛋吧。我不吃，我这开车呢，你别老烦我了。不吃我吃。哎，你别在车里吃鸡蛋，一股子鸡屎味。那行，那一会儿你到公司吃啊。下班早点回来啊，我给你做韭菜炒鸡蛋吃。我加班。怎么又加班啊？加班加班，天天加班，身体还要不要了？你跟谁嚷嚷呢？我不加班指着你啊！为这待10年，你要能有点出息，我能这样吗？啊、行行行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。那你得早回来，今儿你排卵期。我这一向都不准。准，我都记着呢。你看，哎，谁让你记这个啊？啊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要孩子顺其自然的事儿，你催催催催什么催？我没催呀、啊，那这排卵期正常不挺好的事儿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现在是以工作为重，懂吗？孩子有就有，没有就算了。咱都这岁数了，再不要孩子那就成了高龄产妇了。你说谁高龄啊？你要嫌我老，你换一个。我又怎么着了我？车，下什么车没到地儿？在哪儿下我说了算，下去。那你不能把我扔这儿啊，还有两个路口呢、啊。
周总，跨小组在二号会议室等您，半个小时后风控的评估会议在三号会议室。下午的签约仪式，市场部的人问您有没有时间参加，如果不参加的话，我建议您进行一次多方的视频会议。晚餐我给您安排。行了，下午所有的活动取消。可是周总，我需要给你开一个试驾条吗？朋友啊，对不起，那你们也得懂中国交规啊，赶快把车挪开，晕了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罗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的车发生了一点小问题，可能会耽误一点郝总的时间。院子，你们就是想阻止我们去见苏总呗？威记这么大的公司，也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段？苏总 ，BG 向来重视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的合作伙伴们，将来肯定会更加重视。我希望我们的合作顺利。啊，安迪总，您请留步吧。您的这份诚意呢，我真的已经感受到了，我会把这份诚意和重视呢向总部汇报的。不过呢，这次我们的合作是否能够成功，关键还得看什么？我跟那个人的回应。好的，知道了。那，苏总，我静候佳音。拜拜。好，再见。慢走。那个人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先走走。Andy，Kevin 刚才来的电话，说伊文斯把人的车来了。我们要不要告诉他，让他马上离开那里？他这样的做法很令人讨厌。他如果想找那个人去叙旧，那就随他的便吧。好的，立刻马上把这些人给我撤了，把车给我挪走，要不然我就报警。金主叔叔来得更好，如果会发生一个肢体上的小冲突，那会不会耽误的时间永久？放开！好哼！我刚，伊文斯先生，好久不见。江小姐，你越来越漂亮啊！谢谢，林先生让我问你好。也请代我向他问好，而且请告诉他，我不会耽误他很久。一直到他错过与苏总的会面，对吗？既然你们不愿意离开，那就请便吧。哦，对了，其实你们大可不必这样做，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非常不体面。顾泽，你放开我，我要进去。你不能进去，你给我出来。凭什么？你再霸道也不能在这儿乱来。你一声不吭的跑了，你还有理吗？我又没有卖给你，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。再说了，咱俩分手了，你知道什么是分手吗？就是不再联系了。我现在要上厕所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那我真松手。你松手。啊！你怎么拦着我呀？我一直在拦着你，你就是不听话。
VG 这次是全力以赴的，技术和维护的配置几乎是最合理的。但是他们的胃口太大了，像一家全部吃掉，这是风险。我倒是很想要见识一下那个人的新方案，只可惜，可惜他背靠的是他姐的成钢集团，他不可能跳出这种关系。您又不想让成钢参与合作，还有，一旦他迟到，就触碰了你的底线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留守酒店的同事说，涛总还没有出现，那就不回酒店了，去机场吧。师傅，直接去机场。苏总，我没有迟到，不仅没迟到，而且从您上车那一刻算起，我应该还早到了15分钟。北京的 Evans 人品和行事风格都很差，我怕。不用怕，走。林少涛先生，您的这种出场方式倒真是别具一格，但在严格意义上来讲，您这是偷开别人的机动车辆啊。是啊，情节严重的话，这应该会被行政处罚吧。那您觉得咱们现在是先去机场还是去派出所？那鉴于你给我的这个惊喜呢，我觉得我在去机场的这个路上你还是有时间来阐述的。谢谢，条件所限，只能麻烦您自己看了。那我们这个详细的阐述不能在车上吧？当然，如果您时间允许的话，我倒是提前安排好了一个地方。那涛总，麻烦您带路了。谢谢。好，我来宣布一下，从今天开始 ，VG 人力资源部的总监职位由原人力资源部副总监刘映霞女士来担任。好，刘总监，你给大家说两句好不好？首先呢，我要感谢公司对我的栽培和认可，还有就是感谢所有同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当然了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有最值得感谢的人，我一定要把它放在最后。那这个人是我们的老板安迪先生，谢谢。谢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鼓励。谢谢安迪一路以来对我的提携、照顾还有关心。谢谢。那好，刘总监，你们忙吧。大家忙吧。看什么？你爬树爬得挺好的啊！你别往上看了啊！我马上就下去，你低头。不着急，我不上去，你爬你的。你别抬头了，我让你别看。除了腿挺白的，其他什么也看不清啊！你臭流氓啊你！你还想看啥？快滚！好好好，你别吵吵，自己小心点啊！我滚了啊！低头。
喂，曹总，苏总准备离开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们的阐述如同你的出场一样令人惊喜。谢谢苏总。可是危机呢是世界通讯业的巨头，他们的方案呢也诚意十足，与我们呢也是有多年稳定的合作的。作为甲方，我为什么要选择你呢？你只是一个渠道商，只是做得比较成功而已。WeTV的优势是非常明显，但我们是本土企业之间的联合供应，我们构建了内部的生态链，我们性价比更高，也更安全。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会随时被别人卡脖子。比如说他们现在更多使用的执行标准都是欧美标准，那么这个兼容和稳定性就是短板，而这个短板又从来不曾改变。危机这次呢是全力以赴的，如果真的被你阻击成功的话，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。以我个人的能力，阻击危机是不可能的，能够打败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。盲目自信、表面的诚意和尊重是掩盖不了这些巨头的傲慢的，排斥本土化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。你们公司背靠的是陈康集团，据我所知呢，陈康集团的股东之一呢是你的姐姐，她也是本土企业，而你呢却把陈康的产品呢踢出了你组建的供应链。是，那是因为他们的产品已经跟不上我们的步伐，而我如果不把最优的产品提供给你们，那这等于伤害了我们本土产业的名声。到了我们自己人都不相信自己人的时候，又何谈建立中国标准和逐鹿全球市场。你呢曾在危机任职，你今天呢得罪了你的前东家，而你公司背靠的是陈康集团，你今天又得罪了你的现东家，为什么要做的那么绝？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即将面临一次全面的技术革新，而在前面几次革新面前，我们中国市场被外资肆意的挖苦，中国企业疲于招架，更别说反击了。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再发生。你说的每个字儿我都很理解也很认同，但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左右不了这个行业的格局。是，我肯定不能，但是国家力量可以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刘运祥真够可以的，有本事。嗨，女人嘛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人家有多深的背景咱哪知道，听说这个刘运祥和安婷还有点关系，多说两句啊。跟我回家去啊！连到晚光个大腿跑来跑去，叫什么正经工作啊？你工作怎么不正经啊？那么有占有欲，满足我呀？扎心啊，老铁！说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啊？你要是想不起来的话，那咱们有缘再见吧。我想得起来。这裙子有点短啊。曹总，一切都顺利吧？应该顺利，
咱们约在这儿开会，是不是因为最近公司变动比较大呀？苏总也是学通讯专业的，拒绝过国外的高薪工作，回国创业。我相信他不可能不知道本土企业强大的重要性，所以约在这儿开会，我想最能激发他的初心吧。叔，为什么隔了一个多月才来找我？你为什么一个月一声不吭的就跑了？因为我们分手了。谁跟你分手了？不分也行，你娶我，你选择。咱不闹了行吗？你看我像闹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结婚呢？叔，我是让你做选择，没让你作弊。作弊？我问你原因叫作弊？当然。你站树底下干嘛呀？是在等待新的人和新的猫吗？我的女孩和我的猫都在这儿。谢谢你还说我是你的女孩。以前我们来这儿的时候，你老是说如果有天我不幸落水了，你会毫不犹豫地来救我。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走到了今天这一步？我之前说过很多次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关掉公司，好好陪着你。我们去周游世界，去大理生活。多好的安排啊！你做成了你想做的事儿，功成身退也好，暂时休息也好，事业家庭都得到了两全，真是对你自己最好的安排。这是我对我们最好的安排，而且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都是为了你。这是我的决心。什么决心？好，就算这是你的决心，那你总得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吧。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提出离婚，你不会问我任何理由。是，我是承诺过你。可是真的到了要离婚的时候，总得告诉我为什么。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离婚呢？就像你说的一样，你做的所有的安排，你认为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排，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，那是不是我想要的？这事儿咱们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我们先回家好吗？回家慢慢说。你干什么你？这就是我的决心。
人和兄弟都不靠谱啊。你们这是逼着我去死啊？我要真死了，我看你们怎么办。这个给你。卡。没有密码，你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用。那这个就是那种额度没有上限，全世界随便刷那种卡。小点声啊，快装起来吧。叔，现在谁还用银行卡呀？都改手机支付了。你敢让我用你手机吗？惠子，你能不能别整我了？你换任何人都不会像你这个样子，你是啊，说，你说的对，任何人呢都不会拒绝你这张卡，但是不是任何人。哎，说，你说任何人是谁呀？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我告诉你任何人是谁。扎心了吧？老铁，来，别在这儿闹啊！我回去吃饭去。哼，不听话是吗？有事有声，过去吃饭去。知道了。你的，你留着吧，拿着吧，将来你再结婚的时候用得上。回家收拾东西吧。苏总明确地告诉我，他会支持林少涛的方案。这次失利可以算是 VG 进入中国市场的滑铁卢。在整体战略和运营方向上，我们部门能做的就是理解、配合和执行。VG 和苏总一直以来就有战略上的合作，那开创这个战略合作的人，恰恰是林先生。这也奠定了 VG 在中国的地位，也是他个人的高光时刻。他现在想拿走这个合作关系，以他的能力和性格来说，他做得出这种事。 VG 跟他之间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。不是不愉快，是伤害。以 Evans 为首的外籍高层联合起来排挤他，而且盗用了他的方案和成绩。我也没有公平对待他。你也有你为难的地方，我想他会理解的。那这次他算是复仇成功了吗？他是您一手带出来的，在我们中国徒弟打败师父，师父也不丢人。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中国文化，豁达而又包容。因此这些事我们需要加快进行。我们要改变，否则失利就会成为常态。要改变就要从人开始。安迪，我想知道
让我升职是让我背这个锅的意思，对吗？这明摆着都是得罪人的事情。临危受命，我相信你能处理好。这次我不会再姑息，我来负责外籍工作人员，你呢来管理中方的所有其他人，我们并肩作战，好吗？回来了。这么殷勤，又干亏心事儿了吧？我干什么亏心事儿了？你今天提前走的，找同事代打的卡。按照员工守则来说，两个人都会被记旷工，连续两次你就会被开除。我这不都是为了早点回家买菜做饭吗？不都是为了你吗？这得庆祝一下，荣升总监，这是咱们家大事儿啊！怎么着，这刚当总监就想开人是吗？那把我先开了呗。你说的？开玩笑，我老婆怎么舍得开她老公呢？来来来，一直等着你呢，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啊，看看怎么样啊，够不够丰盛，有没有情调？挺好的，你吃吧，我吃过了。吃过了？啊，那你在外头吃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跟谁吃的呀？同事啊，我谈事儿。安迪吧。啊。你先吃吧，我先去洗个澡，洗完了出来陪你吃啊。你把话说清楚了，这刚在外头跟男人吃完饭回来就洗澡，你不觉得这话有点刺激人吗？我上一天班我挺累的，我回来洗个澡有什么问题啊？吃什么饭至于把你累成这样？怎么吃的呀这饭？什么怎么吃的？我搂着吃的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你摔什么门啊？这么精致的一顿饭，用来表达散伙，太浪费了。你知道我一直是个注重形式感的人，感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包容我。我下面想说的话很俗气，但是我还想祝你分手快乐。那你还不如说的再俗气一点，祝我找到一个更好的人。而我现在就想要一个答案。喝酒。商量个事情，别再唱歌了，再唱歌我就够不着你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天咱就把这事儿给说清楚，把话说明白。松开松开，坐下。刘永霞，做人有点底线好不好啊？什么底线？你平时说我、埋怨我、嫌弃我，没事儿我都能忍。但是啊，在原则上问题我不能忍。贾宽，你脑子让驴给踢了吧？我跟安迪一个晚上都在想怎么帮你，怎么保护你。我真是奇了怪了，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我用不着你保护我啊？我一个县高考状元，我比你先进的微技，我用你在公司帮助我呀？你怎么进的微技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帮你进的。别说了。我想谢谢你，遵守了你的承诺。我不明白，
也不理解，我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真的想不明白，这么多年我做的所有事情，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这个家好，而你呢？你做了什么？你在逼我，你在逼着我跟你离婚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跟你说话。多可笑！都这个时候了，我还在注意说话的语气，不要去伤害。所以，请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？答案你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？我说了什么？我刚才说的所有话都是我爱你。你刚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跑来着？因为我认真了，谁认真谁输嘛。这种事儿输不起，所以跑。那你猜我为什么要把你找回来呢？不会是新鲜感还没过吧？但问题是，单纯的疑问句我一般是回答不上来的。叔，别看你年纪大吧。你胆子可小了，你怕我不爱你，你还怕你爱我。说，自信点，你配得上我。我不自信吗？嗯，我不自信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，我就是自信。说什么？我后悔了。我以前说谈恋爱就是谈恋爱，我现在想让你娶我回家。叔，别害怕，我逗你玩的，你好好爱我就行了。论资历，论学历。怎么能轮到你来当这个总监呢？啊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这里边要没有别的事，这种事能发生吗？你知道外头人怎么传你吗？怎么传啊？难听的话我不想说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贾匡虽然没本事，但还没到出卖老婆的地步。你混蛋！你说的是人话吗你？我们结婚之前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想要离开我，一定是我的错。那现在你至少要告诉我，我错在哪儿了？我只有知道我错在哪儿了，我才好去改正，对吗？我现在想知道，我还有这样的机会吗？太晚了。咱们俩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离婚。哎，你拿刀干什么呀？刘颖霞，不是不想跟我过了吗？行啊，我成全你。我贾宽，你把刀放下。你我再问你一遍，收不收回你刚才说的话？我不收。贾宽，我跟你说，你先把刀放下。放什么呀？你把刀放下。你刘颖霞，你没发现你每次跟我提离婚的时候我都特别的躁动？你别逼我行吗？别逼我。